咱们在地上画一个圈，做一个返航的一个标记点，折叠给它打开，折叠全部打开。好，这款是带有8个避障头的啊，现在咱们直接起飞，解锁，然后摇杆往上推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悬停的话稳定性是非常强的啊，旋转一圈，现在直接冲刺，飞高飞远，到鸟窝那里看一下啊。看到鸟窝了啊，发现目标，摄像头是可以上下的一个调节。好，咱们现在变焦一下，带有8.5倍的一个变焦，看一下鸟窝里有没有鸟蛋了，往下看一看。嗯，小鸟已经飞走了啊。好，咱们现在收回来，现在咱们直接把遥控器给它关闭，手机也给它关闭，看一下它能不能再返航了回来啊。来，短按一下，关闭，线直接给它拔掉，手机也关闭，咱们把遥控器给它放在地上，看一下它能不能再成功的返航回来。这款是高可以飞500米，远飞是12公里的大疆 ARS。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这个叫做4连返航，带有 GPS 1键返航、滴滴连返航，还有4连返航的，成功到了咱们的一个头顶。调整个方向，这个返航的精准度的话，稍微这旁边有附近有房子的话，稍微还是有点大的啊。如果说在空旷的地方啊，它的精准度啊是比较高的。了解更多，点我头像来我直播间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